李刚，你非要害死我呀你！伟强，你刚已经被革职了，他今天不是来抓你的，而且是我把他带过来的。今天早上我们见面是怎么回事？那是张扬设计的。张扬都变聪明了。 你什么时候能变聪明点呢？伟强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。你说，是关于许天霸。许天霸的事情，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。伟强，你还是考虑一下，跟李刚合作吧，啊？姐，不要再为难我了。 他救了你一命，他养了你15年，这些我们知道，我们也可以体谅。但你想没想过伯母？他现在还关在牢里，因为张友成的案子，而许天霸跟张友成的案子有十分重要的关联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用再说了，伟强，你听我说，当年如果不是许天霸联合沈深一起迫害我们的话。 霸就不会死，小人也不会死，我们一家人也不会因此而失散。现在，难道你想把妈也赔进去吗？李刚。 我知道许天霸的保险箱里面有一个秘密，是什么？那是宋局长和天霸总会合作的证据。我今天晚上拿来给你。我跟你一起去啊？不用，我一个人去就够了。伟强，还是让李刚陪你一块去吧，这样两个人也好有个照应，好不好？ 姐，只要能救出妈，我这条命都可以不要。帮我看这人，我去拿盒子。 这照片是怎么回事？你记得吗？有一回你得到消息，说我们天霸总会要进一批货，你设下埋伏要抓我们，结果却无功而返。是宋局长给的消息。是宋局长告诉我们的，不过天霸总会。 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我们怕宋局长以后会狮子大开口，所以拍下这些照片，好成为他受贿的证据。可是没想到，现在这些照片，却成了许天霸行贿的证据。哎，伟强，你看。
这么多钱，这些钱估计都是许天霸包赌包娼贩毒赚来的，没有一个字是干净的。我就是靠这些钱长大的。魏强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李刚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你和我的不同。你可以毫无顾忌地和许天霸作对，但我却没办法。魏强，这都是许天霸犯下的罪，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。我知道，他如果知道是我出卖了他，会不会后悔当初救我一命？没办法，我现在也想不了那么多了。为了救我妈，我必须这么做。魏强，徐天霸对你有恩，我都知道。可你想想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，天霸总会就是一个毒瘤，他不应该存在的。哥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做的这些事情，对你们来说是理所当然，但是对我自己而言，我不但出卖了救我一命的义父，我还背叛了养了我15年的家。魏强，你知道吗？这些证据有可能是伯母洗清罪名的唯一机会。你比我更了解，伯母差不多吃了一辈子的苦。如果你是他儿子，如果你把他当做自己的妈妈，你忍心让他继续苦下去吗？你现在想这些，只会让自己更加为难，更加痛苦。你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跟我拿这些东西去警局，为伯母洗清罪行，你知道吗？哥，如果有来生，我想和你一样做一名好警察。以前是我对你态度不好，别见怪啊。知道。咱们一会儿先找个地方把盒子放好。过来，你们两个从后面包抄过去，来个措手不及。好，走。李刚，不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是天霸总会的人，我知道。啊！你找死啊！徐正豪，你敢背叛我们天霸总会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给我上！当心！走，给我追，快追，追，站住！什么？正好他救了李刚？你们都是吃闲饭的啊？那么多人搞不定个李刚，自杀去吧！少爷，算了算了，这许正好怎么可能救李刚？这说不过去啊！爸，这许正豪是不是想出卖你啊？不可能，正豪绝对不是这样的人。不管他有没有出卖你，反正他破坏本少爷的好事，我就不能让他活着。
阿雄，带人去把许振豪干掉。等一下。爸，您什么意思？我是不希望你对振豪动手。爸，您又来了，咱们不要每次都为了杀许振豪的事情闹得不愉快好不好？值得吗？他不就是一个外人？不是。他是我辛辛苦苦养育15年的义子。15年的义子，我说过有他就没有我。儿子，正好他绝不会和你来争这个少帮主的位置的。我讨厌初中跟他比较，我讨厌他无时无刻阻碍我。当初我追玉玲，他过来搅局，我要接手天霸总会，他会不平衡，我去杀人，他出手相救，他总来阻碍我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吧，我出面劝劝他，我让他离开，他会听我的。爸，他要离开早就离开了，何必等到现在呢？你一定要保护他吗？是不是我杀了他，你就要我的命啊？当然不会，你是我的儿子，他是我的义子，我只是不希望你们之间相互起冲突，你们本该相互帮衬才对啊。我知道了，阿兄，给我收账去。等等，你再给我点时间，如果正好不肯听劝，那我绝不拦你，可以吗？一切听爸的安排。坤叔，我知道了，我会重新做的。玉玲，正好，你们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姐呢？在里面。你们先进去，我去拿药。走，李哥。姐，怎么回事？李刚受伤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伤得重不重？要不要去医院啊？没事，只是皮外伤，没什么大问题。先坐下再说。若云，千万不要让太多人知道我们来这儿，免得给你们带来麻烦。放心吧。伟强，你呢？你的伤怎么样？姐，我没事，你放心吧。李刚伤得比我重，这些人个个出手狠毒，分明是想要我的命。还好伟强在，要不然……是什么人下的手？怎么这么狠？是天霸总会的人。难道他们已经知道东西被偷了吗？不可能，如果发现东西被偷的话，对付的人应该是我，而不是李刚。而且盒子里的秘密只有我和许天霸知道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不是为了盒子，是为了什么呢？小姐。天哪，疼吗？没事儿。很疼吗？没事儿，我从小到大受伤习惯了，那些伤比这还重。那不一样，过去我没有看到你身上的伤口，你怎么那么不知道保护自己啊？很疼吗？玉玲，别担心了，我没事的。伟强，有个女人在身边关心自己，一定要珍惜啊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有点疼。对不起啊。若云。子昂哥。怎么回事？李队长和伟强怎么了？是天霸总会的人，他们要杀李刚，还好伟强在，所以才没出大事。李刚，你现在受了这么重的伤，没有人照顾你怎么办？要不这样吧，子昂哥，
干脆啊，让李刚住到我们家去，这样就好照顾他了。你说呢？哦，要不方便的话就算了。姐，还是让李刚住我那儿吧，我那儿没人知道，照顾他也比较方便。可是，若云，你自己决定吧，我有事，先走了。伟强，那李刚就麻烦你照顾了。姐，你放心吧。我去看看子昂哥。少爷，你让我出卖会长？我可不敢啊，这要是让会长知道了，我的小命就没了。阿雄，难道你怕会长就不怕我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少爷，他毕竟是您父亲，而且天霸总会早晚是您的，您干嘛还出卖他呢？这不是你该问的事情。现在给你两个选择，一是听我的安排，把他杀宋局长的事情给抖出来；二是我告诉会长，你准备把他的秘密抖出来。你血口喷人！我阿雄至始至终跟着会长，那都是忠心耿耿。你以为只要忠心耿耿就会平安无事吗？阿雄，你这么激动干嘛呀？你好好的想一想，你知道许天霸那么多的秘密，他迟早要杀你灭口的。你做是死，不做也是死，但是你做了，至少我可以保你一命。哼，当然你不做也没关系，我会告诉会长你准备把他的秘密抖出来。你猜他会相信你还是会相信我啊？好，我知道了。熊哥，我就说我看好你嘛，这些钱你就拿去用啊。去吧。是。熊找来做什么呀？要他替我对付许天霸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做？我认识许天霸第一天开始，我就想这么做。张扬，妈，我现在已经没办法停手了。阿秀已经知道我的想法，如果喊停他出卖我，许天霸就会把我杀掉的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我先下手为强，至少死的不是我，是别人。你说是不是？妈，若雨，你还好吗？我很好。子昂啊，伯母，这些天多亏有你，谢谢你啊。你看你说的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不，有你陪在若云身边保护她，让她可以平平安安的过日子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就算在这里头出不去，我也无所谓。妈，你别说了，现在伟强和李刚他们正在努力，相信很快就能把你给救出去的。对了，妈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对婶婶了解吗？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？哦，因为据李刚的调查，怀疑叔叔应该是死在天霸总会的，而我之前和干爹也一直怀疑，婶婶和许天霸
应该有一层不为人知的关系，所以婶婶才会一直帮着许天霸。哎呀，熊哥，你刚才说的不是开玩笑吧？你觉得我像是在开玩笑吗？出卖会长啊，会长知道了可是会杀了我的，我又不嫌命长。你现在要是不去的话，你现在就没命了。我也是被逼的，兄弟别怪我啊。这其实事情很简单，你啊就把一切的事都推到会长身上，反正我们也一直是听命于会长的嘛。那万一会长他没事呢？怎么可能没事呢？他杀的可是宋局长，而且我仔细想过了，天霸总会也迟早是张扬当家，到时候他反咬我们一口，说会长是咱们出卖的，你觉得会长是相信他还是相信咱们呢？这当然是相信他。这就得了，所以啊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听张扬的。这我要是去自首，关一辈子也出不来呢。哎呀，怎么可能啊，我们一定会把你弄出来的，等过两天事情稍微稳妥了，一定会把你放出来的，你放心吧啊。哦对了，还有你的家里人，我会替你照顾的。拿着，啊，拿着。好，我听熊哥的安排。哼，看样子张扬不是叔叔亲生的。嗯。当时家里边的人确实有这种怀疑，可是你叔叔都不过问了，我们旁边的人更不好说什么了。看来叔叔真的很爱婶婶，可是没想到婶婶居然为了保护另一个男人都不肯替他查出真凶。如果许天霸就是张扬的生父，那这一切就解释得通了。难怪张扬黑吃黑却可以安然无事，而且还能仗着天霸总会的实力来对付李刚和伟强。那你们两个千万要小心呐。放心妈妈，我们会小心的。子昂，你帮我多看着点若云，他有时候太冲动了。还有伟强，他从小在天霸总会长大，有的时候想法会有些偏差。妈，这些你都不用担心了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他的。伯母你放心吧，伟强的本性其实是很善良的，他应该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，你放心吧。会长，陈局长来了。许天霸，我们要带你回局里，有些问题你要说清楚。有什么问题不能在这儿说？是有关我们前任局长宋局长的命案。宋局长的案子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不管怎么说，今天你得跟我们走一趟，请你配合。爸，您就放心的去吧，反正您和宋局长的案子又没什么关系，如果不去显得更心虚，老人画饼，您看呢？徐会长，请你自重，如果要我们亲自动手的话可就不好看了。把你的嘴闭上，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哎，既然局长亲自来了，我还是要给一点面子的。好，我跟你们走。儿子，家里的事就先交给你了。没问题，爸，您放心去吧。走，走吧。许天霸，没想到你也会有今天吧。局长，你把我带到这儿来，你到底要问我什么事儿啊？8月17号的当天，你有没有到过风华酒楼？风华酒楼？哎呀，
我几乎天天在外面吃饭，我还真记不清楚了。要不这样，我回去好好查一查，我查清楚了，我再告诉你。根据风华酒楼伙计的供词，以及询问了当天的客人，可以证明那天你到过风华酒楼。哼，怎么，我去那里不能吃饭呢？还是我在那儿吃了饭我就犯法了？因为我们掌握了一些证据，所以你就不要油嘴滑舌，这样对你没什么好处。现在有人指证，那天你在风华酒楼和宋局长吃完饭后就上了他的车。哼，在同一家酒楼吃饭，如果能碰上宋局长，那也很正常啊。啊，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啊？许天霸，你不要再狡辩了，看来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。考勋，局长。你放心，这里是警察局，谁也不能把你怎么样。小子，你可想清楚了再说话。许天霸，你敢影响我的证人，我马上把你关起来。你放心大胆的把刚才做笔录时所说的再说一遍。说话。宋局长向我们会长索要贿赂，会长不答应，宋局长说他手里握有天霸总会犯罪的证据，如果会长不答应，他就要把他曝光。你小子别血口喷人，你给我闭嘴，这里是警察局，不是天霸总会，你给我放老实点，继续说。会长见和宋局长谈判破裂了，就暗示我们下楼，我把司机弄死以后就把宋局长带上车。然后呢？然后个屁！然后你们到底给了他什么好处啊？让他来栽赃陷害我。你给我闭嘴说。然后等宋局长上了车，会长就堵住车门不让他下来，硬挤上车。就算我酒喝大了，我上错了车，又能说明什么呢？说。然后我们把车开到了郊外，会长开枪打断了宋局长的手和腿，宋局长疼得受不了了，就只能招供。会长担心放宋局长回去后会报复他，就叫我把宋局长杀了灭口。不许笑。致命伤在哪里？在这儿。好，你的供词和检验结果相符合，现在是人证物证俱全。许天霸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局长，我可提醒你，这小子说我打伤了宋局长，我可没有杀死他。人虽然不是你杀的，但是你犯了教唆杀人罪，难道你还想否认吗？这么看来，张扬很有可能就是许天霸的儿子。张扬是许天霸的儿子又怎么样呢？这些都不足以证明妈不是杀叔叔的凶手。伟强，我们现在只要证明张有成生前最后停留的地方是天霸总会，就能为翠姨洗脱罪名了。谁能证明张有成没离开过天霸总会？我现在觉得我们之前做的都是白费力气，
我不是警察，我不会办案找证据，我只想救我妈出来。魏强，你别这样，现在至少可以证明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。再给我点时间。给你多少时间啊？那不是你妈，那是我妈，她现在在牢里，你们一个个都可以去看她，而我只能在这儿干等。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有多难受？魏强，其实妈也很难受，我这次去看她，真的看得出她很担心你，还让子昂看着你。不必了，我从小到大一个人也惯了，不需要别人看着。对不起，是姐不好，魏强，是姐没有照顾好你。姐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这么跟你说话。听你姐的吧，啊。妈，快坐下，就等您了。哎，还有谁要过来？没有人了。那这碗筷是留给爸的。妈，我们一家三口已经好久没有一块好好吃顿饭了。我今天特别开心，你知道为什么？我怎么会知道？自从你爸走了以后，就没看见你这么开心的样子。妈，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就是您了。你是我的儿子，我当然了解。张扬，你始终放不下对许天霸的恨，对吧？对。面对自己的杀父仇人，我每天都要奉承他，讨好他，我想是个人都会烦吧。可今天不一样。你可不能。妈，我知道你不同意，可我做都做了，你不会出卖自己的儿子吧？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我护了你一辈子，我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。要不是那天你爸护着你，他也就不会。妈，你继续说呀。你千万别这么想。妈，不管我怎么想，这已经是事实了。张扬，我宁愿你把这个罪怪在别人的头上，你妈不会了，因为我已经把杀父仇人送进牢里面了，所以我今天特别开心，我有脸去见我爸了，我可以替他报仇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毕竟是你亲爸爸，你这么做就不会后悔吗？后悔？我为什么要后悔啊？因为他是你的亲爸爸，你这么做是大逆不道的。妈，我告诉你实话，我打心眼里就没承认过许天霸是我的爸爸。听懂了吗？我在天霸总会，要不是顾虑你，我早把他给杀了。所以我一直忍呢。我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除掉他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害你的亲爸爸，这是天理不容，你是会遭天谴的。遭天谴？早在爸死的时候，我已经遭天谴了。
我现在没有权利选择我的亲生爸爸，但是至少我可以选择不认他呀。啊啊，这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对，你当初就不该把我生下来，要不然也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。许天霸他也没有错，他当初也是为了保护我呀。保护你？你是这么想的？好，我问你，如果你辛辛苦苦养育了我20多年，然后发现我不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亲生儿子来把你给杀了，你会难受吗？啊？对，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。可能是我跟许天霸相认的时间太晚，如果许天霸没有当着我的面杀了我爸，可能我对许天霸还会有一丝的感情。我是真不希望。没有什么希不希望，我已经做了。如果你觉得我大逆不道的话，我还是做了。我至少没有亲自动手杀许天霸。妈，别说了，吃饭吧。可轩，头，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？许天霸跑了。什么？天霸总会有人出来指认，说许天霸指使他们杀了宋局长。我负责收押他们，但在途中被他跑了。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许天霸真是不简单，戴着手铐都能逃跑。押送他的巡警一死一伤，就连我都被局长骂了。现在有什么消息没有？就是因为没有消息我才着急啊。头，帮我想想办法，怎么才能找到他？徐天霸应该不会再回天霸总会了。但他会去哪儿呢？他也是个老江湖了，不会那么轻易被找到的。但是我担心的是，他被逼急了，保不准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徐天霸现在跑路最需要的应该是钱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极有可能会去找张扬帮忙。张扬？你还不知道吧？张扬是许天霸的亲生儿子，被逼急的许天霸，他很可能会去找张扬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派人盯着张扬，就有可能找到许天霸。很有可能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头儿，你去提醒一下若云小姐，让她小心，她现在处境非常危险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提醒他们的。哦，对了，这是伟强和我从天霸总会找出来的证据，你看一下。这照片，这照片本来是许天霸用来威胁宋局长的，结果没想到却成了自己的罪证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些照片对我们就更有利了。盯了天霸总会那么久，这次总算是有收获了。对，干什么？别紧张，没什么事儿。儿子呢？哼，你对付不了张扬就想拿我来出气是吧？听好了，告诉我你儿子在哪儿，别逼我动手。
不知道。干嘛？不知道。刚才可轩通知我，许天霸在收押途中逃了。什么？像这种穷途末路的亡命之徒是最危险的，所以说你们一定要小心，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。你的意思是担心许天霸会对付我们？很难讲，如果他把现在的窘境怪罪在你们身上的话，一定会伺机报复的。我们那么多人还怕他吗？千万不能掉以轻心，如果他想找瑞锦的麻烦，子昂和若云是最有可能成为目标的，因为绑架他们既可以筹到路费又能报仇。那子昂哥和若云姐不是都有危险？现在他们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，如果他们想要对付我们，还真的是挺难防范的。所以我现在让可轩盯着张扬，从目前来看，张扬他最有可能帮助许天霸，也是他唯一信任的。你们说伟强他会不会知道许天霸的落脚之处？我们可以去问问伟强，如果他能够想到许天霸可能的落脚点，那我们的危险就大大降低了。但是怕只怕伟强还顾念着和许天霸之间的感情不肯说出来。不会的，对伟强来说家人才是最重要的。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去试一下。当雨水